各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怎么样修心经的五蕴皆空的法门。那在上一集里师父提到，我们要先从观身体的受开始，那么慢慢的呢，我们就感觉身体不存在了，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受想行的阶段，在下面又怎么样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你好。是师父，你讲的虽然我没有到那个境界，可是我听起来觉得很兴奋啊，至少好像有一个目标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越过了师父讲的那个受的阶段啊，感觉到身体不存在了，那么再接下来又是怎么样？再接下来的完全是关心的。所以心是什么？心里的活动的现象。嗯。通常的人呢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心理活动现象，除非自己感觉到很痛苦，否则的话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现象是什么。那作为一个打坐的人啊，他能够非常安静的，已经不受身体的干扰，也不受身体的负担的一种困扰哈，也不受环境里边的任何的状况的呀干扰或者是诱惑，这个时候就有心理的活动啊。那么这个心理的活动就是包括这个受想还有行，那就是心里边的这个受啊，如果跟身体接触的时候，那么要这快乐的乐啊，痛苦的痛啊，苦啊，痒啊，这些东西是会有啊。如果没有身体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有这个观念上的一种这个感受。嗯。观念上的感受呢，就觉得这个是个生命的存在，或者是呢自己内心里边的一种思想的呀活动。那这种思想的活动已经蛮细微细的。不会的，有那么粗了。粗的时候，是跟身体，是啊，把它结合在一起的。如果没有身体的，这个东西在里头啊，那就是仅仅只有心理的活动，那就我刚才讲的就比较细微。微细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观察到，受想这两样东西啊，在动。自己会知道只是在动啊，然后渐渐那个受会变成了苦和乐已经放下来，就变成不苦不乐受，也叫做舍受。舍啊，能够舍弃的舍啊，还是受，不苦不乐还是受。普通的人叫做苦受乐受，对，那叫苦乐忧喜，最后就是舍。苦乐忧喜其实还是是所以这个受的，这个叫受，对，还是在受里面。那叫舍受，舍受，舍受就是离开苦乐忧喜。嗯，没有苦乐忧喜，没有苦乐忧喜，并不等于没有受。是这个还有受，那也就是说叫做不苦不乐的一种受啊。这叫做不叫做舍受，舍受还是受，那又觉得有种什么轻松。这个非常这个安静，非常的轻巧，非常的柔软，这也就是说在感觉到个生命的存在是那么的美啊。生命的存在到这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非常的美。非常的美，而有感觉到那种这个安定宁静，这个安全这种感觉出现就会出现啊。那么在这种感觉出现以后呢，其实还是在什么想，还是在受想行里头，还是在这里面，还没有，并没有超过，并没有。那么渐渐要把这些东西也渐渐的要把它摆下来，那就是要观空，要观空，要观空，那就是说凡是这一些清净啊、明净啊、
安定呢、安全呢这种感觉啊，要认为它这是个空的，也是一个心理的一种啊反应。那不要在乎这样子的一种心理反应，否则的话呢，人就会就会怎么沉溺在里面，沉溺在里边啊。打坐以后就是希望享受那种清安的一种一种觉受，还是一种觉受啊。那么这个觉受不是就自觉心理上的一种状态，那要这个时候要干的观空。怎么观呢？就是说，直接告诉他这个不需要太在乎他，不需要太贪念他，不需要太这个执着他，我只是在这个在修行，我在打坐，那就不在乎他。渐渐的时候呢，像这种受也会离开，受离开以后，你的思想啊也会渐渐淡破，思想渐渐的淡破之后，所以这个行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在，还没得解脱。是，那一直要认为呢，自己的一切的一切，凡是有我的自我的存在的这种这个感觉那都不是空，都还是有。那这个不是智慧，那就要用智慧来观察来观了。首先我们还没有智慧以前呢，就用佛的智慧，就是说佛或者是菩萨这个身的智慧，就高的智慧来观我们的身心世界的时候呢，这都是呢都不是真的，空的，都是空的。因此呢就是止于空。那停止于空也并不等于在解脱，这个空啊也还是一种受，是你空的感受。那连空的感受还要这个把它摆下来，那这个时候渐渐就进入啊我们的解脱境界，那就是不容易了。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我们知道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可是呢从佛菩萨他们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已经是发现了，所以如果我们努力修行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到达这样的境界。欢迎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